再来测量一下收容当差，或者呢，我们数三这里不改，改收容也可以哈。因为收容长了，改小一点也可以。或者呢，我们这边它的尺寸是相差的，只相差了0.2，其实这个不用改了也可以。前片呢都是一样的，最多相差了0.1没关系，后片相差0.2，那我们数三它已经改了，这个地方的尺寸呢就，大码的这里没改到哈，那我们重新改一下这个地方，重新输入一下尺寸，负的0.8，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再用移动点框中下面这里呢。这个0.8改成0.9，1.6呢，我们改成1.75，然后2.4呢，我们改成2.6，然后确定，再来测量一下，然后再拼合检查一下，应该是说宽重前袖龙前袖三啊，这样就可以了，每个码相差0.1，然后可以好了以后，接下来就要推一下剪口。剪口呢，我们打在这个袖龙跟袖三一半的地方，一半的地方呢，我们袖龙它的档差是推了0.8，一半就是0.4，所以我们用到这个要素距离点宽重这个剪口单击袖龙线要素距离里面输入0.4，输好以后确定，然后这边也是宽重剪口单击这条线要素距离里面输入0.4，输好以后确定啊，这样呢就。剪口的位置推好了，袖龙上这样子推，袖三上也是一样的，宽重剪口，再单击这个线条，输入0.4，然后这边也是，好，这样就输好了，输好了以后，我们再来拼合检查一下后袖龙与后袖三，刚刚好，前袖龙与前袖三也是刚刚好。好了以后，接下来推袖口，这个袖口呢，我们档差是0.5，总共是1公分，一边就是0.5，所以我们左边负的0.5，右边正的0.5，推好了以后，用要素长度测量一下它的档差，1公分。接下来就是袖长，袖长呢，我们档差是1公分。一公分的话，袖三上我们是推了0.5，袖三下面就是袖口还要0.5，0.5呢，我们用移动点框中这个点框中好以后，竖直方向输入负的0.5，因为向下推，推好了以后，像这个剪口呢，我们可以不推，或者呢，也可以用到这个工具哈，要素比例点，框中这个剪口，单击这条线。下面呢也是一样的，因为它剪口是要对到的嘛，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到这个要素比例点来推，因为要素比例点呢，它是根据这条线的长度的比例来放，这是放了0.11，然后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0.11，下面这边呢也可以测量一下，都是放的一样的，因为剪口了嘛，它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要素比例点，它也是可以放。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袖子就给它放好了。刚刚呢，这个外围线这里放了0.5，大码的可能这里会斜掉，所以呢，我们上面这个点还是跟下面这个点一起放0.7哈，或者呢是放少一点，放0.6，因为放0.5呢，等一下这个大码的这里就是太斜了，就是我们领子上在上面以后。上在这个点以后，就上到这个剪口的地方，要大码的哈，我们单击一下大码的，上在这个刀口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用编辑里面的旋转，把它旋转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这里它斜度可能会太斜，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上面外围线的地方，我们可以。比这个之前的这个0.7，因为这个地方它要对这个位置哈，对我们这边薄嘴的位置，它这边是0.19，所以这里放了0.7。那上面这个点呢，我们就放0.6，这样子斜度就不会太斜。
接下来呢，我们要放里布，里布的放满了，跟面部是一样的。像我们这个袖子呢，可以用到片规则拷贝，框中放好的这个布纹，在框中没放的布纹点右键直接拷贝。拷贝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放的就是前片的这个地方。先放后片，后片呢，我们上面这个点，里部跟面部是一样的，整体往上，竖直方向0.8。然后呢，领宽呢，它是0.2。接下来呢，我们领宽这里放了0.2，那这个后领贴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地方的长度是不放，所以我们肩宽这里也分配为0.2。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后领贴它的这个宽度呢，一般每个码放个0.3就好了，或者有的不放。如果我们有的不放的话，那操作方法的话，就是后领贴这个位置呢，可以整体都不放啊，不放的话，那么就是说下面这两个点整体往上，竖直方向0.8，往上0.8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呢，我们这个地方后领贴就没放。其实这个后领贴呢，我们每个码可以放宽个0.3，所以这个竖直方向呢，整体往上0.5。好，放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可以测量一下，上面放了0.3，下面这个长度呢，我们是放了0.5，可以这样子来放。然后接下来是落肩点，落肩点这个点跟就是面部是一样的，面部呢，我们肩宽0.3，袖三高肩宽0.5，袖三高0.3，就是0.8。0.8呢，我们后领贴这片放了。后领贴这边放了的话呢，我们这里呢只能0.6，因为后领贴这个地方放了0.2，加在一起这里0.6，就是有我们这个尺寸了哈，就是0.8，然后竖直方向呢是长度往上0.8，放好以后呢，下面的点都跟面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点规则拷贝。框中放好的放码点，在框中没放的直接拷贝，都是可以把它拷贝过来。拷贝好了以后呢，像这个刀口也是一样的拷贝。框中放好的放码点，在框中没放的点右键就可以整体拷贝过来了。拷贝好了以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测量一下这个后袖笼它的档差，看一下有没有达到尺寸0.8，这样没错。但是大码这个地方呢，它是0.9，0.9长呢，等一下跟袖笼拼合的时候呢，会长出来，所以我们把最大码这里改一下，选择移动点框中这个落肩点的位置，在竖直方向最大码这个地方改成2.3。改好以后，确定再用要素长度测量一下，这边0.79，好，那就是改的稍微多了一点。那这个2.3呢，我们改成本来是2.4，我们改成2.35，然后确定再来用这个要素长度测量一下，0.8哈，这样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拼合检查测量一下，框中这个袖笼在框中这个后袖三长度就是一样的，一样的可以了以后呢，这个后领贴的地方我们可以测量一下这里尺寸，这个地方的尺寸呢也是相差了一点哈，相差了一点，因为我们放的时候这个地方，看一下它的弧度呢，因为整体都是往上放的哈，那我们这样子放的话是可以，但是放到这里的话看起来跟侧边这里不太顺，所以我们这里呢最好是放上去0.4比较顺。放上去0.4以后，我们再来拼合检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呢它就会比较顺。再用这个智能笔测量一下，上面这段档差是0.4，下面这边呢是0.2，有一点太短了。太短了的话，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因为这两个它是要拼到一起的，当它不一样长就不能拼到一起，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放个0.2，跟着它放。
但是，后领贴这片宽度水平方向放了0.2，那我们这里跟着放了0.2，同一个方向放了同样的数字，它就会就是平就是会抵消。所以呢，我们落肩点这个地方还是放个0.8。放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拼合检查宽中后领贴跟这个地方的尺寸，好，就是相差0.1是没关系了哈。然后再测量修容，要素长度测量修容，这边呢是0.9哈，多了一点，多了一点呢，我们拼合检查一下，后修容，后数三，是相差0.1没关系，但是小码的跟这个就是小码的呢，这个秀三大了0.1哈。秀三到了0.1呢，我们把这个秀三这里改一下，秀三这个地方多了0.1，那这个尺寸呢，它是正数的1.6，那我们就要多1.5，然后这个小码它是0.8，我们就改成0.7。改好了以后，再用到要素长度测量一下，这边呢是0.7了哈，所以我们这里改的话改反掉了，这个0.8改成0.85，这个1.55，再来拼合一下，秀龙秀三，这样子呢相差了0.3了哈，再撤销一步。还是相差0.3，我们再测量一下这边0.7。这个地方还是没调好哈，0.7。1.4哈，不对，这个地方呢应该是1.65。好，这样就可以了，0.8了哈。刚刚呢我们调的太多太少了，现在就可以看到每个码相差0.1没有关系。接下来呢，将后片的里部就放好了，接下来放前片的里部。前片的话，我们首先先换挂面。挂面呢，这个位置它的档差跟我们前上这一段的档差相同，所以我们选择点规则拷贝，宽纵放好的放码点，在宽纵没放的点右键，好，这样呢就给它拷贝过来了。因为呢，它这个裁片摆的位置都相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拷贝过来。好，这样拷贝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挂面的这个宽度呢，它是占，挂面的宽度，因为它比较窄一点，像前里呢，它比较宽，挂面呢，我们只占0.3，总宽是1公分。前里要占0.7，然后挂面只占0.3，所以我们用移动点宽纵腰节跟下面这里水平方向里面输入尺寸0.3，这是我们就是腰围跟胸围还有摆围都是一样的，然后腰节就是翻薄的位置往下负的0.2。这是这个腰节要推的尺寸，推1公分，我们往上0.8，往下0.2就是1公分，然后是长度，长度呢这边是负的1.2，然后确定好了以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侧边，侧边呢我们中间挂面分配了0.3，侧边呢就还有0.7，加在一起就是1公分，所以我们整体往侧边。0.7放好了以后，接下来再放上面。上面这个位置呢，我们用移动点工具给它宽纵数字方向往上0.8，水平方向呢，这个落肩点本来它也是要推0.8的，但是我们
测量一下后片肩线的档差为 0.5， 那前片呢，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档差呢是 0.3，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点呢，水平方向推个 0.2， 这个点水平方向推了 0.2， 那这个点呢，水平方向就要推 0.8， 因为呢，我们两片就是推的时候，它方向这个地方改变了，就要推负的0.8， 然后再来拼和检查测量一下肩线的长度，前肩与后肩，现在我们先测量一下前肩长度，是 0.3 0.4 哈，后肩长度呢是 0.5， 这个呢我们后肩比前肩长了一点，长了一点呢可以容易融进去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子来放，放好了以后，但是袖笼这里呢我们也要改一下了哈。先呢我们先改一下肩，这个地方它的长度是 0.4 哈，后片呢这边是 0.5， 相差 0.1， 然后我们拼合检查测量一下，测量一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基准码是相差 0.2， 最大码这里相差的有点多哈， 0.6 了，0.6 呢，我们可以看到后片多了 0.6， 那我们宽度这里改一下，水平方向这个 2.4 呢，我们改成 2.3， 然后这边改成 1.5， 然后再确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拼合检查，单击前肩点右键后肩。还是相差了 0.5， 那你这里呢再稍微改一下长度，改成 2.2， 然后这个 1.5 我们改成 1.4， 因为前片它这个地方有点斜，所以放出来的长度呢可能前后它会不一样长的档差，然后我们现在再来拼合检查一下前肩与后肩，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码的相差 0.4， 最大码这里还是相差 0.5， 那我们这里改的还不够，改成 2.1， 然后这个 L 码这里呢它也是相差了 0.4， 我们改成 本来它是 0.8 改成 0.7， 然后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哈，前肩斜，拼合检查前肩与后肩，这样呢就差不多可以融进去，因为相差 0.3 或者 0.4 这么长，又是曲线的可以吃针，就是后片的可以吃针吃一点啊，容易融进去，那我们就调成这样的这个线条就可以了，调好了以后呢，这个前片的袖笼这里它有所改变了，那我们这里还要再调一下，这个地方的尺寸呢我们给它输入 0.5， 输好以后确定，再来用这个要素长度测量一下 0.8 哈，这样呢就可以了，再来拼合检查测量一下前袖笼与前袖衫啊，刚刚好一样长，那里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一样的这样操作哈，那这个地方我们稍微改过来，水平方向负的 0.2，然后这个水平方向负的 0.8， 再来拼合测量一下肩斜的长度，前肩点右键，后肩长了，也是最大码的这三个长了哈，我们也是把前片的肩这里改一下，肩宽这个 2.4 呢改成 2.2， 然后 1.6 改成 1.5，改成 1.4， 然后这个 0.8 这里改成 0.7， 2.2 这里我们还是稍微改一点，改成 2.1， 然后确定，测量一下肩线长度，差不多一样长，只是最大码这里相差了 0.4 哈，那我们再把这个地方改成2公分，好，这样子的话相差 0.3 可以容易融进去哈，
后片的尖斜长了 0.3， 可以融位融进去。完成好了以后呢，我们再来测量一下前袖龙与前袖三，然后后袖龙与后袖三。这个后袖龙与后袖三它的尺寸没变啊，前片呢我们这里改一下，改成负的 0.5， 然后再用这个要素长度测量一下，有0.9 了哈。0.9 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袖龙身这里改一下，袖龙身也就是落肩点竖直方向这里改成 0.7，然后再用要素长度测量一下，这样子就是 0.8 了。然后再来拼合检查，方重前袖龙、前袖三，这样子呢就刚。